银行存款认识的，他让存款认识的，认识了之后，他那个打印机买了一个银行配的打印机，打印好圆圆的那个存折和汇字，他是原来干书记员的，原来是农行的书记员，打印好之后，调换的，给调换了那个存单。整群呢，他拿到手给他取钱了，走了。我也不给他，后来就打官司，打官司之后，农商行报案，把事情没给打，逮了他，关了他28天，后来又提保护令了。